可能是一栋很老很老的建筑的别墅吗？看你好死了吓死我了，这是人吗？那好像人，好恐怖哦。已到达目的地位于右侧，要不要去了？会去好了哈哈、欸、鬼屋咖啡回家回家看他晚上来这边好恐怖哦看那个猫，很恐怖哎！看这个城是人对不对？那个是假人，假人吗？看超毛的、啊，刚刚差点吓尿。那只猫，那只猫鸡巴！开门吓他，换人吓他。还没被吓到。可是没看到建筑物、喔。在里面啊，你敢进去吗？我不敢进去啊。早上再来好了。要把我死了。干！我最不能鸡了，浩平走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是死了。哦，好，好。是我死了，好不好？干，超恐怖的、啊，你不觉得很恐怖、啊？我们弄得很恐怖、啊。可是不是说那种人形的东西会附着一些有的没的吗？对啊。他们还敢这样放，真的是很夸张。制造气氛啊！猫吗？猫我觉得到时候放下。结果你回去看的时候，有在摸猫，有没有？我们刚过去那个猫是拱背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吓死了。